湾捐血机构自成立以来，努力推动自愿无偿捐血运动，宣导正确的捐血观念，透过严格的筛检，保障捐血人健康和用血人的安全，让每一滴热情的血能够安全地使用在每一个需要的人身上。捐血是件利己利人的行为，不但有益身体健康，更重要的是可以挽救生命。但是有些人认为捐血对身体是有害的，真的吗？我儿子啊，已经17岁了，前几天呢，他到这里来捐血，说是啊送给自己当生日礼物，而且呢他持续都会来这边捐血。17岁可以捐血吗？我很担心耶，会不会影响他的身体发育啊？常听老一辈的人讲说，捐血会让人家变得很虚弱，身体变得很不健康，所以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捐过血。我不太敢去捐血，因为感觉好像捐血的话，那个针头不是很干净，很容易被传到疾病吧。部分民众对捐血的安全性有很大的疑虑，捐血真的会影响人体的健康吗？一个健康的成年人全身血量大约是体重的8%，如果体重65公斤，全身的血量约有5000毫升。一个正常成年人即使不捐血，血液也会新陈代谢。一般来说，各种血球细胞在血管中有一定的生命期，正常情况下捐血后骨髓会加快制造来补充。只有在短时间内突然失血超过1000毫升，或超过全身血液量之30%，才会影响健康。一次捐血250毫升，只占全身血液的5%；捐500毫升，占10%。因此，对一个健康的成年人来说，捐血对健康是不会有影响的，是能促进新陈代谢，帮助身体更健康。捐血的基本条件是年满17岁以上，65岁以下，男性体重50公斤，女性45公斤以上。只要身体健康的人都能够捐血。为提升血液品质，并保障捐血人的健康，卫生署对于两次捐血的安全间隔以及年捐血量的限制都有严格的规定。捐血时，民众除了可以捐全血外，还可以参与分离术捐血。分离术捐血是将捐血人的血液抽出，借由血液分离机分离出血小板或血浆等血液成分，其他成分如红血球则送回捐血人体内。分离术捐血以收取血小板或血浆为主，由于过程中需反复操作以获取浓厚之血液成分，所以捐血时间较长，约需1.5到2小时，需要预约才能进行。目前在各捐血中心、捐血站、捐血室及部分捐血车才能提供这项服务。卫生署订定了严谨的捐血者健康标准，不但维护捐血人的健康，也维护用血者的安全。民众如果有感冒症状，请在痊愈后再进行捐血，如有服用感冒药，应停药1周后再捐血。穿耳洞、针灸，如使用抛弃式器具可以捐血，若使用非抛弃式器具，需经过1年后才能捐血。而刺青的民众，无论是使用抛弃式器具或是非抛弃式器具，都必须暂缓1年后才能捐血。受到 BC 型肝炎及艾滋、梅毒等病毒感染的民众，都不适合参与捐血。此外，民众如果去过疟疾疫区以及西尼罗病毒流行国家，
如美国、加拿大等，也必须暂缓捐血。民众若知道自己可能有某些疾病的高危险行为，应该避免捐血。所谓的高危险行为者，是指曾经罹患或是已经被感染，或曾经有易导致感染的高危险行为的人，特别是有艾滋病感染风险的人，都应该避免捐血。艾滋病又称人类免疫缺乏症候群 AIDS， 是由艾滋病毒 HIV 感染所引起，通常感染后经过数年或是更久才发病。根据卫生署疾病管制局统计，98年一至六月，捐血中心筛检出艾滋阳性率为10万分之4.88，较去年同期10万分之2.52较高，显示经由捐血中心发现而通报之艾滋感染案例有上升情形。因为艾滋病毒感染初期有22天的空窗期。此时期虽已感染艾滋病毒，却无法检查出来，这时所捐的血液将会导致受血者感染。所以如果怀疑自己有任何受感染的疑虑时，请千万不要捐血，以免使无辜的受血者受害。用血安全在输血治疗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除了血液的检验外，更重要的是捐血者的血液没有感染各种病毒的风险，捐血前有经过良心的省思，才能维护用血安全。现在关怀越来越高纲，除了说早那个有相片的证件以外，大家先做检查，还有填写问卷，每一次来都要用不少时间。除了要检查证件之外，为什么还要在隐秘性空间接受工作人员严格的体检和问诊呢？我身体很健康啊，也常去捐血，为什么每次捐血的时候护理人员还要给我良心回电传单？这种感觉很像不相信我耶。为了达到安全的血液供应服务，整个捐血过程的设计除了保护捐血人以外，也为病患的用血安全做了最严谨的把关。参与捐血时，民众应出示身份证或具有身份证字号和照片的证件，方便医护人员以电脑核对身份，并查询捐血人前次捐血日期和检验结果。随后，民众必须填写捐血登记表，并再详细阅读捐血登记表正反面内容，并诚实回答问题。一般要捐血的时候都有一些条件的啊，这个也是我们或者政府规定的。那么所以签这个名就是有一点这个法律的效应，主要是规定啊要告知捐血人啊已经了解了我这个血液，绝对是没有什么疑虑可以危害受血人这个意识。在核对身份和填写捐血登记表后，将进行体检。体检的内容包含量耳温、血压、测量血红素。同时，医护人员会进行约5分钟的面谈，以了解捐血者的身体状况。为了加强捐血前血液筛选把关，在台湾各地的捐血点均设置了私密性面谈空间，让捐血人能够在隐秘的环境中诚实回答相关问题，提升血液安全。民众通过体检后，医护人员将会为民众进行采血。捐血中心所使用的医疗器械均是一人一套，且经严格消毒灭菌，用后就丢弃，不再重复使用，因此捐血绝对不会感染任何疾病。医护人员为民众进行采血时，会先消毒扎针部位的皮肤，同时提醒捐血人在消毒过程中不要说话，以避免消毒部位污染。
消毒时，医护人员会用棉签沾取浓度 7.5% 的优点，在扎针部位上下擦拭30秒，以产生泡沫。之后，医护人员会再用棉签沾取浓度 10% 的优点，在扎针部位由内而外环状涂拭，直径至少约8公分的面积，并静待30秒即可。消毒完成后，不可碰触消毒部位和面对消毒部位说话，否则将重复消毒步骤。整个全血捐血的过程约为15分钟。民众在捐血时，扎针的手臂请勿弯曲、移动或大幅度改变姿势，以避免针头滑动，造成血肿、淤青的情形发生。采血完成后，扎针处应用手指加压，并抬高手臂，才能有效止血。30分钟后，再将弹性绷带拆除。民众捐血后，应至少休息10分钟补充水分，确定身体无任何不适再离开。民众捐血后，如果怀疑所捐血液可能危害他人，在各地的捐血中心接受理良心回电服务，只要在捐血后尽速打电话到捐血中心，以及时将所捐血液隔离处理。民众在捐血后2周内便可以收到各捐血中心所寄发的检验报告，民众可及时了解个人的健康情形，但是艾滋病毒的检验结果是不会通知捐血人的。若是筛检结果为阳性，将由捐血中心直接通报卫生局，由卫生局负责追踪。每次捐血完，扎针的地方都会肿肿痛痛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上次捐血的时候，感觉会痛痛麻麻的，这是正常的状况吗？很担心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的发生。我捐完血之后啊，会有一点头晕，而且啊，会觉得眼前一片黑。请问这是正常的现象吗？少部分捐血人在捐血后出现头晕、冒冷汗、脸色苍白，或者扎针处有淤血、血肿或发麻等不适的症状，这样是否会影响我们身体的健康呢？捐血后可能发生的不适症状有：迷走神经反应过度、扎针部位血肿或淤血、小神经症状反应麻痛、分离术捐血反应等症状。会出现不适的症状，大多和捐血前准备不足或捐血后处理不当有关。迷走神经反应过度是捐血不适反应中最常发生的，捐血人可能出现头晕、虚弱、出汗、脸色苍白、低血压的现象，较常发生在年轻女性、体重较轻、全身血量较少和容易紧张的人身上。为了避免捐血时发生迷走神经反应过度的现象，民众平时可多运动，并且放松心情。民众在捐血前应拥有充足的睡眠，最好吃点东西。有脱水现象的人要喝足水一小时后才能捐血。那想请问一下，你昨天的睡眠充足吗？嗯，昨晚10点就起，今天早上8点起床。哦，那这样睡眠应该很好。那请问你今天早上有没有吃早餐？有的。好，谢谢。捐血时，民众若出现紧张、焦虑、晕眩的情形，应告知医护人员，并休息一段时间之后再进行捐血。捐血后离开途中，如果有任何捐血后不适，请立即坐下，并将头部放低，以避免意外发生。有的时候，捐血后出现扎针部位血肿或淤血，可能是扎针时不顺利，也可能是拔针后没有好好止血。
为了避免捐血后扎针部位出现血肿或淤血，拔针后应于伤口上确实按压，而且在捐血后两小时内扎针的手臂不要提重物。如果有血肿或淤血现象，初期24小时内先以冰敷的方式处理，48小时之后再进行热敷，数天后症状便会慢慢消失。若超过1周后症状仍未减轻，请与各捐血中心医务组联络处理。小神经受伤通常是因为扎针时皮肤末梢神经被扎到，出现麻痛的感觉。捐血民众若出现小神经受伤的症状时，可在扎针的地方轻轻按摩并进行冷敷，可减缓麻痛现象。如果疼痛的感觉很明显，可在医师指示下服用止痛药止痛。另外，民众进行血液分离术捐血时，因为加入抗凝血剂的关系，可能出现暂时性嘴唇或指尖发麻的现象，此时可服用钙片补充钙质来减缓症状的发生。民众只要在捐血前有充足的睡眠，不空腹捐血，捐血后勿激烈运动，多补充水分，并遵守捐血流程规定，便可以开心地做个快乐的捐血人。捐血中心以快乐捐血、用血安全为期许，努力提升血液安全品质，因为唯有安全的血液才能救人性命。每一次捐血都经过严格的筛检，杜绝一切可能经由血液传染的疾病，不仅保障捐血人的健康，也保障用血人的输血安全。期待每一位民众能够发挥爱心，踊跃捐血，挽救病人的生命。为胜利以来，努力推动主管不雄关怀运动，传导健康的关怀观念，透过严格筛选，保障关怀人的健康和用血人的安全，让每一滴热情的血会当安全使用在每一个需要的人身上。是一件入己入人的行为，不但会让身体健康，更加重要的是能解救生命。但是有一些人认为关怀对身体有害，敢真正有影？阮囝已经17岁啊，前几天伊来这关怀，讲是送给家己的生日礼物，而且呢，伊会继续来这关怀。17岁敢会当关怀？我真烦恼呢，是毋是影响伊的身体发育啊？今日听老一辈人讲，关怀会让人变得很虚弱，身体变得很不健康，所以我到现在都不敢过火。我没想去关怀，因为我感觉关怀用的针头不是很清气，很容易去传染到疾病。一部分的民众对关怀安全性有很大的疑虑，关怀敢真正影响到人体健康？一个健康的成年人，全身的血量大约是体重的100%。如果体重是65公斤，全身的血量得有5000毫升。一个正常的成年人，假使无关怀，血液嘛会新陈代谢。一般来讲，各种血球的细胞在血管当中有一定的生命期。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关怀以后，骨髓会加紧制作来补充。只有是在短时间内突然间失血超过1000毫升，也是超过全身血液量的30%，才会去影响到健康。一摆关怀250毫升，只占全身血液的5%。
管500毫升，占20%。所以，对一个健康的成年人来讲，关怀对健康是未有影响的，是会当促进新陈代谢，帮助身体更加健康。关怀基本条件是年满17岁以上，65岁以下，男性的体重50公斤，女性45公斤以上。只要是身体健康的人，拢会当关怀。为了要提升血液品质，而且保障关怀人的健康。维生素对第二摆关怀安全时间，以及年关怀量的限制，拢有真严格规定。关怀时，民众除了会当捐捐血以外，也会当参与分离式关怀。分离式关怀是将关怀人的血液抽出，借着血液分离机、分离式血小板，也是血浆顶顶的血液成分。其他成分如红血球，就送回来关怀人的体内。分离式关怀是以输出血小板也是血浆为主，因为过程当中需要反复操作来得到浓度较高的血液成分，所以关怀时间较长，必须要点半钟到2点钟，而且需要预约才能进行。目前第一个关怀中心、关怀站、关怀室以及部分的关怀车，才能提供这项服务。维生素制定了严格关怀者健康标准，不但维护关怀人的健康，也维护用户者的安全。民众假使有感冒的现象，请在完全好以后才阁进行关怀。如果有服用感冒药，应该停药一礼拜以后才阁来关怀。郑健康兼顾，假使是使用抛弃式的铁骨，都会当关怀。假使使用非抛弃性的器具，都必须要经过一年以后才会当关怀。恰齿的民众，不论是使用抛弃性的器具，也是非抛弃性的器具，拢必须爱停一年以后才会当关怀。受到 B C 型的肝癌、甲艾滋梅毒等等的病毒感染的民众，拢无适合参与关怀。另外，民众若是有去过六级的疫区，也是去过西尼罗病毒流行的国家，比如美国、加拿大等等，也必须要暂时停止关怀。民众若是知影家己可能有某一寡疾病的高危险行为，应该避免关怀。所谓高危险行为，是指曾经得到，也是已经被感染，也是曾经有容易感染的高危险行为的人。特别是有艾滋病感染风险的人，拢应该要避免关怀。艾滋病阁称为人类免疫欠缺症候群 （AIDS）， 是由艾滋病毒 HIV 感染所引起的。通常感染以后，经过数年，也是更加久以后才会发病。根据卫生署疾病管制局的统计，98年已到达过关怀中心体检出艾滋阳性率是10%-4.88%。比去年同期10%-2.52%更加高。显示讲，经由关怀中心发现来通报的艾滋感染案例有相关的情形。因为艾滋病毒感染的初期有22天的空窗期，这个时阵虽然已经感染艾滋病毒，就是无法度检查出来。这时所管的血液会互用血人受到感染。所以，若是怀疑家己有任何受到感染的疑虑时，请千万都唔通关怀，避免互用血人成为无辜的受害者。用血安全在输血治疗的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环节。除了血液的检验以外，更加重要的是关怀者血液无感染到各种病毒的风险。关怀之前，爱心有良心，斟酌想看卖，才会当维护用血安全。现在关怀吼是愈来愈高工啊！除了爱早有相片的这个证件以外吼，你搁爱做检查啦，搁爱写一个问卷啦。哇，我逐摆吼拢开足侪时间的呢。除了爱检查证件以外，是安怎搁爱伫阮密室空间接受工作人员严格体检甲问诊呢？
我身体真健康啊，嘛常常去捐血。为什么大概捐血的时阵，护理人员阁要给我良心回电的传单？这种感觉，敢那唔像是完呢？为着要达到安全的血液供应服务，规个捐血过程的设计，除了保护捐血人以外，嘛为病人的用血安全做真严格的管制。参与捐血时，民众应该出示身份证，也是有身份证字号甲相片的证件，方便医护人员用电脑来核对身份，而且查询捐血人前一摆的捐血日期甲检验结果。然后，民众必须要填写捐血登记表，而且将捐血登记表的正面、反面的内容读个详细，而且详细回答问题。一般要捐血时阵，拢有一挂条件，这嘛是均配合政府规定的。所以讲签这个名咧，就是有淡薄仔这个法律的效益。主要是规定要讲予这个捐血人已经了解到，我这个血液绝对是无虾米通好过滤，会当危害受血人这个意思。在核对身份甲填写捐血登记表以后，就开始进行体检。体检的内容包括尿液温、血压、质量、血红素。同时，医护人员会进行大约五分钟的面谈，来了解捐血者的身体状况。为着要加强捐血进程的血液筛选管制，在台湾各地方的捐血点，拢设置了私密性面谈空间。让捐血人会当伫隐蔽的环境当中，诚实回答相关的问题，提升血液的安全。民众通过体检以后，医护人员就会替民众进行采血。捐血中心所使用的医疗器械都是一人一套，而且经过严格消毒灭菌，使用以后都淡掉，未过重复使用。所以捐血绝对未感染到任何的疾病。医护人员为民众进行采血时，会先消毒注射部位的皮肤，同时提示捐血人伫消毒的过程唔通讲话，避免消毒部位污染。消毒时，医护人员会用棉签温浓度7.5%的油点，伫注射的部位顶下面抹30秒，予伊起泡。然后，医护人员会阁用棉签温浓度10%的油点，抹的时阵，伫注射的所在，由内向外射圆形管，予伊有直径8公分的面积。然后等30秒就会用力。消毒完成以后，袂当去摸消毒部位，也是伫消毒部位的头前讲话，要无消毒的过程都必须要重来。规个捐血捐血过程大约是15分钟。民众伫捐血时，注射的手骨千唔通弯曲、移动，也是将姿势做真大改变，避免针头骨刺，造成肿起来也是乌青的情形发生。采血完成以后，注射的所在应该用针头啊修治一下，而且将手骨压好悬，才会当完全来止血。30分钟以后，才阁将弹性救断拆除。民众捐血以后，最少要休息10分钟来补充水分，确定身体无任何无爽快状况，才阁离开。民众捐血以后，如果怀疑所捐的血液可能会去危害别人，在各地方的捐血中心都有受理良心回电服务。只要是在捐血以后，紧打电话到捐血中心，就可以及时将所捐的血液隔离来处理。民众在捐血以后的2礼拜以内，就可以收到各捐血中心所寄的检验报告。民众可以及时了解个人的健康情形。但是艾滋病毒的检验结果是未通知捐血人的。若是检验结果是阳性，得由捐血中心直接通报卫生局，由卫生局来负责追踪。每次捐血以后，擦针的所在拢会肿肿会痛，是安怎会安尼嘞？
有啥物方法会当避免无？顶个关怀时阵，我感觉会疼嘛会麻，这敢是正常的状况？我真烦恼，敢会有啥物后遗症发生？我关怀了后啊，头壳有淡薄仔晕，而且目睭前乌影乌影，请问这是正常的现象是毋？真少数的关怀人，伫个关怀以后会去出现头晕、脑浆干、脸泛白，也是注射所在有经过，肿起来也是会麻、等等无适应的症头。安尼敢会影响到咱身体健康呢？关怀以后可能发生的无适应症头有：脉躁神经反应过度、注射的部位肿起来也是经过、小神经症头反应会麻、会疼。分离式关怀反应等等的症头，会出现无适应的症头，大多数甲关怀症前准备无充足，也是关怀以后处理无适当有关系。迷走神经反应过度是关怀无适应当中时常发生的，关怀人可能会出现头晕、虚弱、脑干、面泛白、低血压现象。时常发生伫少年的女性。体重较轻、全身血液量较少、加容易紧张的人身上，为着避免关怀时发生迷走神经反应过度的现象，民众伫平时爱加运动，而且心情爱放好轻松。民众伫关怀之前，应该困好饱，上好是食一寡物件。有脱水现象的人，水爱啉好够，一点钟以后才会当关怀。请问你昨昏睏了有好无？我昨昏十点就睏，早起八点就起床。那安尼睏眠应该袂歹。请问你今仔日早起敢有食早顿啊？有啊。好，多谢。关怀时，民众若是出现紧张、烦恼、会晕的状况，应该要通知医护人员，而且休睏一段时间以后，才阁进行关怀。关怀以后离开的路途当中，如果有任何关怀以后的不爽快，就马上坐下来，而且从头按好机，避免意外发生。有的时阵关怀以后出现注射的部位肿起来，也是经血，可能是注射时不顺利，也可能是射针办起来不好好止血。为着避免关怀以后注射部位出现肿起来，也是经血。针办起来以后，伤口要小看止一时啊，而且伫关怀两点钟以内，注射的手骨唔通摕重的物件。假使有肿起来也是经血现象，24点钟以内先捂冰的，48点钟以后才阁捂烧的，过几天以后肿头就会慢慢来消失。若是超过一礼拜，症头又完无减轻，请甲各关怀中心的医务所联络处理。小神经受伤，通常是因为注射时皮肤的末梢神经被拄着，出现麻甲疼的感觉。关怀民众若是出现小神经受伤的症头，会当伫注射所在用冰捂一下小块凉凉，都会当来减轻麻甲疼的现象。疼的感觉若是明显，会当伫医师的指示之下服用止疼药啊止疼。另外，民众进行血液分离式关怀时，因为家己抗凝血剂关系，可能出现暂时性的脆断，也是肿头啊头前会麻现象。这个时阵会当食钙片来补充钙质，减轻肿头的发生。民众只要伫关怀进前睏好饱，卖空白关怀。关怀以后，卖做激烈运动，而且加补充水分，遵守关怀流程的规定，都会当欢喜做一个快乐的关怀人。关怀中心以快乐关怀、用血安全来自我期待，努力提升血液安全品质。因为唯有安全的血液才会当救人性命。每一摆关怀拢经过严格的筛选，杜绝一切可能经过血液传染的疾病。唔呐，保障关怀人的健康，嘛保障用血人的社会安全。
期待每一位民众都会当发挥爱心，踊跃关怀，解救别人的生命。台湾健气机构对成立以来，努力推动青年步上健气运动，渗透正确的健气观念，提供严格的体检，保障健气人的健康，老用健气人的安全。分泌一定热情的血，做到安全的使用土米给需要的人的健康。健血是一件利己利人的行为，不但想有益身体健康，还可从有个血做到救人的生命。不过有的人认为健血对身体是有害的，有影吗？我来的已经十七岁了，前几年都要来健血，讲起送本自家做生日礼物，韩国来他持续都要来健血。十七岁做到健血后，我当时呢，我影响他身体发育吗？接着听老一辈的人讲，健血吼，我本人变得当虚弱，身体变得当唔健康，不说我动一下就唔识健康些。我妈妈讲起健血，因为感觉健血真的唔系真强力，真容易就会传染到一片。部分民众对健血的安全性有当太嘅疑虑，健血真嘅会影响人体的健康吗？个健康的成年人全身血量大约是体重的8%，一共体重65公斤，全身的血量大约有5000毫升。一个正常成年人就算无健血，血液咪会新陈代谢。一般来讲，各种血球细胞透过管道方有一定的生命期。正常情况下，健血过后，骨髓会赶紧制造来补充。只有头段时间内血液失血超过1000毫升，也是超过全身血液量的30%，将会影响健康。一百健血250毫升，将占了全身血液的5%；减500毫升，占了10%。多少对一个健康的成年人来讲，健血对健康是没有影响的，是做得促进新陈代谢，本身体还较健康。健血的基本条件是年满17岁以上，65岁以下，男性体重50公斤，女性75公斤以上，只要是身体健康的人都做得健血。为了提升血液品质，还可保障健血人的健康，卫生署对二次健血的安全严格，还有年健血量的限制都有严格的规定。健血时，民众除了做得健全血以外，还做得参与分离式健血。分离式健血是让健血人的血抽出来，加上血液分离机分离出血小板，也是血浆一道血液成分。其他成分像是红血球，是送进健血人体内。分离式健血是属血小板老血浆为主。因为高强度方案来来去去的做，来拿到尿内的血液成分，故所健血的时间较长，它要需要1.5到2点钟，而血液组分漳州的进行。目前，透过个健血中心、健血站、健血室、老部分健血茶，漳州的提供亚红服务。卫生署当天的严峻的健血站健康标准，不但想维护健血人的健康，也维护用血站的安全。民众希望有感冒症状，请托感冒护卫站进行健血。希望有吃感冒药，应该停药的1至2礼拜，过后再来健血。轻饮完针灸，希望用泡稀释稀气，做到健血。
迄个使用个黑皮泡起色起起，爱经过一年过后才做得见血。韩国身体有缺失的民众，唔管是使用泡起色个起起，也是被泡起色起起，都要停一年过后才做得见血。许多必须性感染老艾滋、埋头也得病毒感染的民众，都唔适合参与见血。此外，民众还讲起个尿气一起，还有新尼罗病毒流行国家，像是美国、加拿大也都没有千分见血。民众还讲，第几家是一条欺骗的公务员群，应该避免见血。所谓的公务员群者，讲的是涉感染，也是已经感染到，也是涉有容易被去感染到的公务员群行列的人。特别是有艾滋病感染风险的人，都应该避免见血。艾滋病有很多人类免疫缺乏症候群 AIDS， 是因为艾滋病和 HIV 感染所引起的。通常感染过后会经过几行年，也是很久的时间才会发病。根据卫生署疾病管制局统计，1998年1月到6月，检测中心测检出艾滋阳性率是10.88%，比去年同期的10.52%还高。也就显示，经过检测中心发现，同步的艾滋感染案例有上升的情形。因为艾滋病毒感染初期有22年的空窗期，那个时期虽然已经感染艾滋病毒，但没办法检查出来。也用是所检出去的血会造成输血杂感染。据说这种怀疑之间有任何输感染的疑虑时，请千万不要去检血，才会被无辜的输血杂输害。用血安全和输血治疗过程中是当重要的一环。除了血液的感染以外，很重要的是检血杂的血无感染各种病毒的风险。检血以前要经过良心的考虑，才做得维护用血安全。一下检血吼，越来越麻烦的啦。除了要带有相片的证件以外吼，还要做检查哦，又要写一个文件，大概吼都要花些千多的时间呢。除了要检查证件以外，总嘛，计还要到云面新空间接触公众人员严格的体检、老门诊咯。我身体状况欠啦，每重头去检血。总嘛，个特别检血的时节，护理人员还要帮我量身飞天的传单，一种感觉吼，当初唔相信爱。为了提供安全的血液供应服务，规个检血过程的设计，除了保护检血人员外，也为病患的用血安全作为最严峻的把关。参与检血时，民众应该出示身份证，也是有身份证事后老相片的证件，方便医护人员用电脑核对身份，还可查询检血人前一摆检血的日期、老感染的结果。过后，民众必须填写检血登记表，还可详细的托检血登记表正反面内容，还可详细回答问题。一般爱检血的时节啦，都有得会条件，也咪是爱得配合政府规定的，故说签约的名呢，就会有些摆个法律的效益。主要的规定呢，爱公本检血人已经了解的，哦，爱一个血呢，且对迄无码嘅孤立嘅做得危害输血人一个意思。投核对身份，老填写检血登记表过后，会进行体检。体检嘅内容包含量体温、血压、量血红素。同时，医护人员会进行大约5分钟嘅面谈，来了解检血者嘅身体情况。为了加强检血前血液提醒把关，和台湾各地的检血点都设置私密性面谈空间，让检血人坐在同严密的环境中，诚实回答相关问题，提升血液安全。
民众通过体检过后，医护人员会留民众进行采血。检疫中心所使用的医疗仪器都会一三年一套，韩国经过严格消毒灭菌，用过后就得撇，不会再重复使用。据说检疫绝对不会感染任何疾病。医护人员为民众进行采血的时节，会先消毒骨折的部位的皮肤，同时提醒检疫人员消毒过程中不要干发，避免消毒部位污染。消毒的时节，医护人员会用棉签沾浓度7.5%的油点，涂骨折的部分上下出30秒，散成泡。过后，医护人员会再用棉签沾10%的油点，涂骨折的部位，对动黄豆萝卜的擦，擦干大约是8公分的面积，还要等30秒就做得了。消毒完成过后，总得通到消毒部位，然后对等消毒部位讲话，希望爱重复消毒的步骤。规个全血检血的过程大约是15分钟。民众涂检血的时节，骨折的损伤唔好熬起来，疼痛也是太复杂的改变动作，让我们枕头跳走，造成血肿、无强的情形发生。采血完成过后，骨折的地方应该用手轻点，还够擦过损伤，将做的有效的止血。30分钟过后，再用弹性绷带擦脱。民众检血过后，应该至少要歇困10分钟，补充水分，确定身体没任何毛爽快再离开。民众检血过后，还讲怀疑所检的血液可能会危害其他人，托各地的检血中心都树立良心回天服务。只要托检血过后，停电当天发到检血中心，更将老检出血的血隔离处理。民众托检血过后2个礼拜内，就做得收到各个检血中心所寄出来的检验报告，民众就做得停电了解工人的健康情形。不过，一直平托的检验结果是不会通知检疫人的。是说体检结果是阳性，会对检疫中心直接通报卫生局，由卫生局负责追踪。大伯检疫过后，出什么地方都会肿、会痛，做乜个话呢？用乜个方法做得避免啊？上伯检疫的时间，我知道会痛、会麻，也是正常的状况下。我亲手会有乜个后遗症发生吗？我检血过后啊，头脑会有18分，汗过啊，会知道摸之前有无恙，全部也是正常的现象嘿。大部分检血的人头检血过后，出现头脑晕、出冷汗、面色白，也是骨折的地方有无强，这种也是会比一条毛爽快的症状。阿娘，系咪会影响人哋身体嘅健康呢？检血过后可能发生嘅毛爽快症状有：迷走神经反应过度、骨折嘅部位血肿也系无强、受神经症状反应麻痛。分离说检血反应一条正常，冇出现毛爽快嘅症状，大部分脑检血以前准备唔足，也系检血过后处理唔适当有关。迷走神经反应过度是检血毛爽快反应中最常发生的。检血人可能出现头脑晕、晕眩、出汗、面色白、低血压的现象。接上发生后，后生恶心、体重较强、全身血量较少，还容易紧张的人情况。为了避免检血时节发生迷走神经反应过度的现象，民众平常做的头晕痛，还够平常心情。民众头检疫以前，应该爱洗哪来，最好爱洗掉东西。有脱水现象的人，洗水爱拉，一点钟过后才做的检疫。请问一下，早上本身没时间有拉吗？我初半夜10点睡，今天早晨8点烘。哎呀，梦应该先做。刚刚请问，今天早晨有吃早餐吗？有啊。好，安吃些。
今天的时节，民众会讲出现紧张、受理向那行的情形，应该听听老医护人员讲，能够歇困一段时间过后再进行检核。检核过后离开的路况，是讲有任何检核过后的无爽快，请停电坐下来，能够留头那病台，避免意外发生。有时间检核过后出现骨折的部位会血肿，也是无强。可能是骨折的时间无顺利，也可能是绑针的过后无好好止血。为了避免检核过后骨折的部位出现血肿，也是无强，绑针的过后应该从伤口方而靠实的轻下来，还过从检核过后两点钟内，骨折的塑像无拿重的东西。还讲有血肿也是无强的现象。除去24点钟内，先用冰敷的方式处理。48点钟过后，再进行热敷。其行热过后，症状就会慢慢消失。还讲超过1至2礼拜过后，症状还蛮坚强，请老国的检核中心医务组联络处理。受神经受伤，通常是因为骨折的时节，皮肤末梢神经本身骨折，出现麻痛的感觉。检核民众在讲出现小神经受伤的症状时，坐在头骨这么个地方，轻轻的按摩，还可进行冷敷，坐在感觉麻痛的现象。在讲痛的感觉都明显，坐在头医生指示下，舌止痛药止痛。另外，民众进行血液分离性检核的时节，因为感染的抗原血迹的关系，可能出现暂时性的再损，也是数字未必的现象。也用时做的是钙片补充钙质，降缓症状的发生。民众在头检核以前要洗脸，唔好空肚式检核。检核过后无激烈的晕痛，多补充水分，还可遵守检核流程规定，求做的欢喜的，做一个快乐的检核人。检核中心用快乐检核，用血安全做起始，努力提升血液安全品质。因为没有安全的血液，将做得救人的性命。每一摆检核都经过严格的质检，防止所有可能经过血液传染的欺骗。不但想保障检核人的健康，也保障了用血人的输血安全。期待每一个民众都得发挥爱心，踊跃检核，挽救骗人的性命。